粉丝说自己挖到一颗漂亮的枸杞，希望我能帮忙规划一下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明知这是小白常干的傻事，但本着将更多新手往火坑里推的心态，巴蒂当仁不让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此处应该是个砍头桩，现有的这些枝条都是从断口处萌发，生长方向也是杂乱无章，一条长根上粗下细，虽略有弯曲变化，但绝谈不上任何美感。这条侧根表皮损伤严重，不一定能保住。整棵树勉强能算得上亮点的只有这两条铁枝。通过在电脑中不断的调整观察，终于选定了最佳栽种角度，倒挂金钩。这条带伤的侧根向上直立，无法入盆，直接切除。底部向下的枝条全部清理干净，仅留下上部树势协调的四杆。主树过高，降至侧枝处，将侧枝立起，成为新的顶枝。飘枝没有过度变化，软弱无力，剪短后蓄养下一级。剩下的三棵小树各自裁剪到所需位置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将背景换成黑色，四棵小树用白色绘制，这样每一级枝条的续剪和布局都清晰可见。搭配一个紫砂铅筒盆，置于几架之上，一起看看设计完成后的最终效果。心中若有景，万物皆可盘。我是巴蒂，我们下期再见。